既然那么有缘，让你在 Uncle Jen 的家遇到他，那你有没有趁机会跟他表白啊？没有哦。没有？你有搞错啊？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放过？哎呀，当时候情况太突然了，我哪里想到这么多啊？你有没有约他下次出来见面啊？是咯，怎么没有想到这些的？喂喂喂，你别这样啦，我只是当时太紧张，一时想不到这么多罢了。我跟你讲啊，机会不会等人的。上天既然让你遇到曼瑶，你不打铁趁热趁机表白啊，哪天还被别的男人追走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啊。那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打电话给人家，约人家出来跟他表白。现在、哦、没有啦，你可以等明年的。哦，我现在约啊，我现在约，我现在约啊。我约了，下一步该怎么做？还能怎样？等啦。哦。讲讲讲讲。他答应了，明天见面了，那不是好了？你又想怎样？Thank you, brother. 真的谢谢你啊。那我警告你啊，明天回来你别跟我说什么都没做到啊。你放心啦，我也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成功变成人，视死如归。嗯，那才像话吗？来，跟我一起喊视死如归。来，一二三，视死如归。出去啦，我约了曼瑶啊。喂，等等等等，你去冲这样子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你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约人家哦。是啊，像你穿成这样，哪里有诚意啊？我平时都这样穿的啦，有什么问题啊？你都会说平时啊。喂，你见英女王的时候会这样穿吗？当然不会啦。那曼瑶和英女王哪一个重要啊？当然是曼瑶重要啦。那你就应该穿得隆重一点，好看一点，这样子才能展示出你非常重视和对方的第一次约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穿来穿去就那几件，我还能怎样我？那你就有我这个 brother 了，这种难题你交给我就好了。你能怎样帮我解决啊？等我啊，等我啊 ，OK。OK。哥，有什么事啊？瑶瑶，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家，我约了朋友，等下要出门了。那你能不能先帮我做点事？你是不是又忘记带东西了？我的瑶瑶真聪明，这也让你猜到。不用猜也知道，你这个粗心大意的习惯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改啊？我已经在努力当中了。哎，别说这么多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一时匆忙，把公司的一份合同留在客厅。是不是装在一个咖啡色的文件袋里啊？啊，对对对，没错，你现在就帮我送来，可以吗？如果我说不行呢？我知道你不会这么残忍对我的。早知道就不该接你电话。还是我的瑶瑶最好。不讲了，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Hey Snow，你有留意到那个客人吗？有啦，他穿成这样，哪里可能看不到？我觉得他有点不太正常啊。不会吧，他穿成这样，应该是要去参加什么表演吧？男女人把舞台服装穿出来外面的，还有你看他眼神闪闪烁烁，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好像是啊，我看他一个人坐在那边30多分钟，什么都没有做，又不像在等人哦。那个死人 Sam 啊，给什么鬼建议啊？穿成这个样子，被人当成怪物看。等下曼瑶看到我，都不懂是什么反应的。没想到原来把价格定得更高一点，反而更有竞争力。当然，这还得看产品包装是否有个性。其实女性护肤产品都是大同小异，所以宣传手法跟市场定位才是制胜关键。这叫做非价格竞争。Nelson， 你今天真的让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你客气了，我也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应该是我妹送合同来了，你先等等。嗯，我来就好。好的。
你要的文件。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反正都来到了，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谁呀？他是我一个新客户，才30多岁就自己创业，可以说是年轻有为。这关我什么事？我可是为了你的将来幸福着想啊。哥，以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些有的没的啊？啊，那这次最后一次。你是俊仁的妹妹吧？谢谢你送合同来。我叫廖森马，很开心认识你。你好，我叫李曼瑶。都过了约会时间半个小时了，曼瑶怎么还没到的？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啊？对方 CEO 根本不想要见我，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每天到他公司的接待处等他下班。他见我天天出现，最后怕了我，答应和我会面。我就是这样得到对方产品的东南亚代理权。你这招死缠烂打，就好像追女生一样，没想到竟然奏效。其实做生意跟追女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要够诚恳才能打动对方。听到了没？你念的虽然是商业管理，可是这些实战经验都不是学校老师可以教你的，你真的要跟廖婶好好学习。谢谢马先生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大家都是年轻人，你叫我 Nelson 就好了。不好意思啊，我看一下我的信息。还没见你出现，怕你出了什么事，所以问一下，若来这那就没关系。哥，我约的朋友已经迟到了，我真的要走了。哎呦，难得廖婶这么愿意分享，你就多待一会嘛，那些不重要约会就推掉好了。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失约就不好了。李小姐，你有事就先走吧。什么李小姐？叫曼瑶。是啊，你叫我曼瑶就好。好，曼瑶。哥，那我走了。好，再见。再见，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看来他已经走了。什么？你等两个小时他都没有出现啊？曼瑶迟到一定有原因的吗？ Hello， 人家不是迟到，人家是放你飞机啊。就算他是放我飞机啊，他也一定有他原因。是咯，哦，可能家里有突发状态嘞，可能他哥哥中风了。是咯，有这个可能哦。又或者他困在电梯里面了。是咯是咯，所以他扣不到给我咯。甚至他发生意外被车撞死了。死你就死啊 Sam Ong， 你五行欠揍是吗？你再说卖了这些有的没的，我给你翻脸了。唉，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兄弟如衣服了。谁让你诅咒曼瑶啊？你呀，明明心里是难过的，却还想要找理由帮人家解释。现在失约的是人家，理亏的是人家，我是你啊，打电话去责问他了。总之曼瑶失约一定有他的原因，可能他正忙着处理一些重要的事嘞，现在 call 给人家极不方便啊，过多两天再说了。Brother， 别再骗自己了，你明明是害怕，你怕听到一些你不想听到的原因。哪有。瑶瑶啊，过来一下。怎么啦？哥问你哦，你觉得 Nelson 这个人怎么样？哦，你还好意思来问我？要不是你硬要我留下，我哪里会失约哦？失约是小，你的终生幸福是大。哥，我拜托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你的意图这样明显，我难为情了嘞。这有什么关系啊？遇到好的东西就要努力去争取啊，对不对？不然很快给其他女人抢走了。你不是跟我说过要我好好专心念书的吗？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也要看情况啊。难得遇到一个条件这么好的单身贵族，哥一定努力帮你们撮合啊！对啊，我听你哥说 ，Nelson 全家都移民去澳洲了，做生意的。他一个人在本地生活，像他这样子的男人啊，心里很空虚的，最需要的就是关心跟安慰。你就当给他一次机会喽。大嫂啊，感情这种事情又不是去当义工，
怎么可以因为同情就接受呢？啊，你大嫂不会说话啊，你听我的。谁不说话？啊，对不起，我说我不会说话。OK， 重点就是，哥也发觉尿神对你有好感。这种事情不能单方面的吧？我对他又没有感觉。嗯，那你有讨厌他吗？哦，是。那也不会，他这个人还蛮有修养、有礼貌的，给我的印象还蛮不错的。那就 OK 了咯，你又不讨厌他，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是慢慢培养的嘛。好像我跟你哥以前，我真的很讨厌他的哎。现在不知道多爱我。感情的事我自己会决定，你们就不要逼我了。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我先回房读书了。哎，不是啊，瑶瑶，瑶瑶，喂。你没有看到我在说服他吗？你干嘛打断？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妹的个性，急不来的啦。她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讨厌啊，或者多一下子她就喜欢她的嘞。也对，欲速则不达。我厉害耶你。他怎么不接我电话？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喂，麦瑶。佳辉，我打来是向你道歉的。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临时帮我哥做点事，之后赶去见你，又遇到塞车，手机也没电。我赶到 cafe 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没关系啦，我知道你一定是临时出了什么状况，所以才会迟到的。再怎么说也是我失约，这样好吗？明天中午如果你得空的话，你就到孤儿院来找我，我请你吃饭，到时候我再向你道歉好吗？道歉就不用了，吃饭可以啊。谢谢你的体谅，这样的话我们明天见。明天见。嗯，还好他没有生我的气。 Yes。明天就把这发夹送给他，然后再向他表白，他一定会接受我的。我想要戴上这发夹，一定很漂亮。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坦白说你是第一个回应愿意帮助我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赞助者。主任你太客气了，其实你的付出比我还多，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怎么说呢？我们这些出钱的人就是有余力才会捐助，而像你这些献身为社会服务的人是不计自身成果，更加值得让人敬佩。你别这么说了，这是过奖了。我虽然是从事慈善工作的，但是我也是有拿薪金的。话可不是这么说，经营孤儿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有爱心，还要有足够的耐性。以主任你的能力，无论做哪一行，薪水都会比当孤儿院院长来得高。可是你还是愿意付出，这一点是我自愧不如的。但有爱心也是不行的，要是说没有你们资金上的帮助，我们也是经营不下去的。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帮助。我也只是尽点绵力。好了，主任，不用送我了。嗯，好，那你慢走啊。再见。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喂，你真的不要穿我送你那件外套啊？你还好意思讲？上次就是穿你那件外套啊，去到咖啡给人当成怪物看啊，还给人指指点点的。什么关系哦？最重要的是，麦瑶感受你的那份诚意。嗯，
man 啦、啊，我也谢谢你的好意啊，再穿你那种外套出去啊，妈你要看到我还不掉头跑 ？OK 啦，作为 brother 我已经尽力了的啦，不跟你废话，我要出去了。喂，你不是要一点吗？现在十二点还没到，那么早干嘛？早点到有诚意吗 ？OK 喽。发夹呢？昨晚明明还看到的。啊，那么紧张找什么啊？我准备送给麦瑶的发夹、啊，不见了啊！哇、哦，好端端怎么会不见呢？哦，对喽，我们家没有女人，怎么会不见呢？哦，对喽，哦，谁会拿你的发夹呢？是，死仔包，你打得少是不是啊？啊，朋友啊！喂，看你那么紧张，跟你开个玩笑，放松一下嘛。不好笑，拿回来，拿回来啊！你我死仔包，喂，强奸了喂！原来你一直在财政上都资助我们孤儿院，也就是这几年罢了。我以前家境也不好，要不是有好心人士资助我上大学，我也不会有今天。所以我回报社会也是很应该的。办孤儿院不容易，尤其是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要不是有像你这样的热心人士帮忙，真的很难运营下去的。你这么说我就更加难为情了，我也只不过是出钱罢了。你来当义工更加不容易，计划时间又要有足够的爱心，这比金钱更重要。我想我应该跟你道个歉。好好的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一开始我看见你这样年轻就事业有成，还以为你不是一个富二代就是一个市侩生意人，没想到你还这么有爱心。原来给你这么坏的印象啊，还好我今天在这里遇到你，要不然我到死都不知道了。以你的个性，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会选读商业管理这个科系，应该不是艺术就是设计之类的。你说的没错，我是对设计还蛮感兴趣的，但自从当了义工之后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发现在国外有一些 NGO 机构做得还蛮成功的，既可以有盈利，同时也可以推广慈善活动。我是想以后朝这方面发展。我真的没有想到你选读商业管理这个科系竟然还抱有这么大的目标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想得太天真幼稚了？不会，人要有目标，人生才有意义。我支持你。谢谢你。都快中午了，不如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再慢慢聊。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意见。今天不行，我约了朋友，改天吧。好，没问题。等你有空了，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我随时都乐意为你提供任何意见。你做生意这样忙，我怕打扰到你。不会，时间嘛，自己安排就好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好。大嫂，怎么啦？啊？情况严重吗？在哪家医院啊？好，好，你先不要紧张，我马上赶过去。怎么了？我哥发生了车祸，刚送去医院。那情况严重吗？还不清楚。那我带你去吧。